快看，发现了什么？植物大战僵尸的卡包，做工好精致啊，比我的大多了。不错，买了。植物大战僵尸的 AR 对战卡片，看着不错呀，这个也要了。没带钱啊，算了，明天结账。到家了，我天，好大一本啊，这得放多少卡片呀？来吧，宝贝儿，给你们换个大别墅。小朋友说想看我的卡包，来吧，满足你。第一页好看不？第二页你们有没？第三页的卡片我最喜欢，八周年的 ZR 卡，还有一张黑暗龙的大 GP。 第四页也不错，都是我非常喜欢的卡片。快看，这张特别哇塞，我特别喜欢，其他的就很一般了，估计你们都有，我就不解释了，你们自己看吧。我努力一下，争取下个月把它装满。来吧，宝贝儿，又到了我最喜欢的环节了， AR 大对战。看到开头，我应该猜到了结局，果然不出我所料，全是烂卡。植物僵尸三对三开战，第一局上场的是阿开木木还有豆豆鸟。快看，阿开木木抢占了先机，我天，阿开木木这是神话武器啊，这么多烂香蕉谁扛得住啊？很明显豆豆鸟快要坚持不住了。哎呀，怎么不戴口罩呢？第二场植物派出了冰镇西瓜，你这什么意思啊？血战了呗，不敢打了呗。来吧，替补队员上场，僵尸队伍派出了大刀武僧。 go。什么情况？僵尸连输两场，最后一次机会，我希望你们能把握住。Lady Go！ 我天，输得够惨的呀！如此凶猛的护身花，我还真是第一次见。阿开木木也够屌，生化武器用的贼溜。溜！好多人都问我怎么对战，好了，下次我出个教程教教大家。OK， 明天见。